根据专家的预估，到2050年，地球上有1/3以上的能源都来自太阳能所产生的电力。我们住的房屋外表全部布满了太阳能板。我们穿的衣服也都能从太阳获得能量，供给我们随身的电器用品使用。公园里的路灯，露营的帐篷外观也是利用太阳能发电，就连小朋友的电子课本也都靠太阳能来充电。未来的世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，无论是天空翱翔的飞机、海面航行的船只、地面行驶的汽车，也都是以太阳光来作为动力。美丽的细森林将成为未来世界的新风貌。